那我们针对刚刚的，就是后来又做了几个分析，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几张再合并在一起来去呈现？这个时候呢，我是不是就可以点选这个新增仪表板？因为我准备要去介绍到故事，然后故事完毕之后发布上去，发布的注意事项。然后麻烦请你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当我现在点选这个仪表板的时候，记得这个第一就是请把这个大小尺寸啊，请改成叫做自动，它就会扩到最大，所以拉到最上面显示地图是这一张，然后呢那个蝴蝶图呢放在右上方，所以先拉到右边，然后下面放的是那个各年单日确诊核区图，那显然就是这个核区图可以稍微短一点，也方便这边呈现，也方便那个蝴蝶图的呈现。我忘记把这个零值改成蓝，左边是蓝，右边是绿。我们现在手动先改一下好不好？这个零值你可以快速点两下。算了，我们这边不能改，那我们就回去这个地方，先回去这个地方。它又跑出来了，它不是不能改，它只是比较慢。我又跑出来，先把这个零值改成蓝，就快速点两下。这个蓝一改掉，每一个都改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零值，快速点两下。或者是你用滑鼠右键，有一个叫做编辑轴，然后请把下面那个标题的零值改成，例如说我现在这是你，好，再回去看我这仪表板，全部都改好了。针对这个地图的一个呈现方式，这张仪表板，就是我们的故事啊，它可以放工作表，也可以放仪表板。我们的仪表板只能放工作表，所以这件事情是要请各位知道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创造这个最后一个新增本文。这个本文我还是觉得翻成故事会比较好。好，现在麻烦请点最右下角这个新增本文了，这样是一个故事嘛。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了一张资料表，简单的说就是我在这边我就可以把这个资料表呈现在这个地方拉进来，直接把这个各年各县市确诊人数搬进来，这个地方大小你可以这边固定尺寸设为自动，首先各年各县市那个登革热确诊人数资料表，所以2014年高雄市确诊登革热确诊人数暴增15117例，历年最高，对吧？就是你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讲那个故事，所以你变成是在描述事件，描述这一个事件。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台南市，对不对？
那台南市我这边我就不描述了。那接下来请问一下，因为像我们在做简报，这边有第一页，这边就有第二页，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呢，它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点选这个叫空白或重复。那通常我们会怎么样，会直接点这个空白去产生第二页，空白请点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咯，在就是2014年高雄市这个地方呢，它的一个确诊的情形，第二页要放这个。各位你要先注意哦，现在你已经有两个点，已经有两个简报页了，所以右边这个是颜色比较暗的，因为它这边允许你就是切换，好，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一页。好，请把各年各县市确诊搬过来，因为我要承接刚刚第一页要讲什么事，现在第二页是不是要继续讲？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刚刚资料表已经讲了2014年，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看一下，就是隔年2015年继续增加，就是跟隔的高雄市2015年高雄市跟隔热确诊人数继续增加。好，请现在在第二章嘛，所以请点选空白，点了一下空白之后，我这一张要放的是这张图，叫做感染县市分析，直接搬进来这个地图哦，有一个叫做重色地图，因为我现在是不是要讲那个台南，对不对？所以请先暂时把这个叫做锁定，就是固定地图的比例。好，那因为我只要讲台南，如果是简报，我这边我就会再加工，就是台南市，然后那个2015年什么确诊人数多少，可以吗？就是23249。好，所以然后记得哦，这还最后还是要把它锁起来，就是我固定这地图就这样呈现就好了，就是2015年台南市登革热确诊人数23249人历年最高，而且哦，这一年是高过于高雄市的，就是很大的一个特色。好，再接下来我再做，可能再做两张我就要结束故事了。好，我们再放那两张仪表板进来，所以空白这边麻烦请放刚刚第一张的仪表板在蛮前面的仪表板窗格搬进来。好，你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故事，我只要点一下台南市，是不是可以看到至少在这个地方台南市第三季是什么什么。好，可是这一张你不觉得在故事里面它呈现的就 没办法很清楚的呈现出来的。好，不过如果说到时候在播放的时候了，还是会出现了，只是在我们设计故事的时候你是暂时看不到的。好，所以这张仪表板就是在讲说台南市2015年第三季暴增，登革热确诊人数暴增，第三页的地图想要拿掉删掉，
有看到吗？怎么做？知道吗？就是点一下它，然后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叉叉？还有，可不可以把地图跟仪表板对调位置？可以，这边。可以翻移一下好吗？这样第四页就变成地图，第三页就变成仪表板，就是按住拖曳，好，记得搬回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加最后一页的那个仪表板，再新增一个简报点。好，所以请点选最后这一张第四个点，然后空白，然后接下来呢，请把最后面这个仪表板窗格三搬进来。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去点这个台南市，对不起，刚刚我这边忘记做那个筛选了，哎，麻烦请点回去好不好？点回去这个仪表板窗格，就是故事的前一页，麻烦请这个感染县市分析的这个筛选钮点一下，就是我只看台南市，可以吗？就我只要这种感觉了，然后再点一下，它是不是？啊，那个蝴蝶图这边，当我取消筛选的时候，这张蝴蝶图，对不起，又必须要去修改这个蝴蝶图，这个先拿掉，就是刚刚做筛选产生的，然后这个预设的。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边有一个叫做感染县市，虽然这个是每一张工作表都控制在2014年之后，但是这一个筛选它是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最后。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把这张图做一件事情，这张仪表板我们也不要做筛选了。这张我们还是恢复只有台南跟高雄市。好，麻烦请先回到这个蝴蝶图，请先修改变成只有台南跟高雄市，然后请在这张仪表板请把地图的筛选关掉，然后我们就是这张仪表板还是使用早上教的，就是把它改成我滑鼠游标点下去，它其他的图不是做筛选。好，来，请点选动作，然后做醒目标示。确定。也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点到它，它这边它会就是亮，这边它会暗就好了，就都用屏幕显示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看刚刚那个故事，差不多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先把这个它叫本文嘛，我们把这个名称取名叫做故事好不好？当然就是比如说那个台湾1998到2021年登革热确诊人数的故事，
我们差不多介绍到这个地方了，我们来去把它上传上去。所以请点档案底下的储存到 table public。现在呢，因为我们所使用的是一个发布版 public， 所以呢，你现在没办法去控制说那个某企业我要去给别人看到或不要看到。如果是你自己的 server 版，你可以做到这件事。举例来说，我把某几张隐藏起来。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不是有非常多张的投影片？好，非常多张应该叫工作表。从第一章开始，对不对？但是有一招，请你们学会，就是说，假如我只要让别人看到的是其中的这边，我先切换。这边就是其他的，我都不要给别人看到。来，请你们设定，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显示工作表？就不显示工作表了。听得懂吗？你就没办法去做工作表的切换了。你说够不够狠？听得懂？因为我们只要让别人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些。